翻咗嚟第二节嘅重大犯罪课，咁我都仍然未俾你讲男女情情塔塔嗰啲嘢，因为都好似未到过位喎。系系，可以可以唔使讲咁多嘅。一阵令到嗰个位嘅，因为咁等我讲先啦，不如咁、我既然讲落去就继续续落去讲呢、這个透明人与乌蝇男，跟住先至慢慢再解说系咩啦。咁、透明人与乌蝇男呢部嘢。勁耐呢套嘢，其實喺、我覺得喺套片，我阿 Eric 有冇年份我哋有冇俾你啊？睇下先啦，年份1957年，1957年，咁、我相信啦，即係在座喺度，包括睇緊節目朋友都未出世嘅應該。咁喺嗰個舊年代，因為都係戰後打完仗12年啦、上佢都係喺嗰個年代咧，呢部嘢咧，我覺得都好前衛，係走在時代尖端。即係其實係你使唔使美漫美國漫畫嘅其實係嘅，睇嘅。其實係咪我想問咧，美國隊長早過佢我？美国队长，一个战士嘅美国队长，好似系咪？佢个背景啊，系咯，佢个背景系矮侠似咗佢咯啩，矮侠应该系。嗱呢套嘢咧，真系划时代啊！透明人与乌蝇男咧，直情系咧，佢划时代到咧，我觉得可以媲美呢一个系，即系美国漫画啲矮侠嗰啲咁啊。咁因为点咧？佢个古仔，我简介古仔先睇剧照。佢个古仔就话，咁有人咧就用一啲旧日本军嘅科技。咁舊日本軍就當然指二次大戰嘅日本軍，可能有啲731研究咗，唔話你聽啦，擠埋咗，就可以將一個人咧縮細只烏蠅咁細，即係矮俠嘅橋段嚟嘅呢個，冇錯，縮細。咁但係佢唔識操控烏蠅一齊打嘅，佢自己縮到咁細，亦都唔能夠放大縮細。係啦，冇嘅，有縮細冇放大嘅。咁可能其實佢都心不甘情不願㗎。佢話男人嘅你話變大冇所謂啊。你有細冇大，即係其實都唔係好變到烏蠅咁樣，烏蠅咁細。咁佢兩問點解咁最咩都變埋烏蠅咁細，係噶啦咁樣。即係近排一套麥迪文個電影都就係咁。我睇咗 trailer， 麥迪文一套電影唔知縮縮小人類，縮水人間，縮水人間係啊！出邊 Eric 同我哋講縮水人間就係麥迪文都縮。我睇個 trailer 就係話因為環保啦，未來地球資源唔夠用啦。如果將大家縮到咁細，間屋咁細，咁就好夠住，食物又可以好用，買支香檳翻嚟咧，就拍成年都未拍完啦。即係咁樣。咁但係呢一個就烏蠅男就係俾啲嗰啲舊日本軍嘅啲科技將佢縮到咁細。咁啊，當然啦，全身個頭、細佬、腳、膝頭都縮到咁細啦。當然係烏蠅咁細。咁好啦，佢又犯事犯呢個罪案。咁邊個捉佢嘅咧？哇，犀利啦！另外一邊係你咧，就有與透明人啦。透明人啊，點解會透明嘅咧？就是、原來是一些宇宙射線射中了它，跟住佢就透明了。咁當然啦，啲衫唔透明嘅，除衫哇就透明啦。著衫，譬如你著住條底褲周圍走，咪見到底褲度喐咯，就係咁嘅。條底褲係唔會透明嘅，即係除非佢著一啲即係肉色冇用嘅都喎。國王的新衣啊，冇用嘅，所以佢唔可以著底褲啊。咁就派出一個透明刑警。去追緝縮咗水嘅烏蠅男喎，哇！又橫文刀劈柳文材料嚟，即係某程度上，即係揾昆頓塔倫天奴可以當溝片拍呢套嘢真係。好啦，講完咁多呢、這個咁精彩嘅故仔，係係咪？結果旭子做咩角色都有句，都係俾個空人嚟搞。佢咪就係做個魚咯，透明人魚魚哦，係透明人烏蠅男都唔關嘅事，個魚就關嘅事啦。好睇劇照，點解個魚關嘅事㗎？知道睇透明人嘅劇照，唔該。咁呢個咧睇到啦，就係、是、話右边就玩啲牌，啲牌凌空咗啦。右边见到嗰张图啊，有个空系啦。咁揸住几张牌啦。咁左边就第一幕就阿旭子个样子就好似睇呢个希子阁嗰套叫做《惊魂记》系啦，Psycho 嗰套片咁样啦，冲紧凉。佢可能佢大嗌啊！你唔好嚟搞我啦！我冲完凉先嚟搞我得唔得啊？咁样冲紧凉好尴尬。咁下边就都系应该都系旭子嘅。虽然我呢个电视有少少。震震地啊，都睇到系玉字，唔紧要緊，我睇下一张嘅透明人啦。透明人我编咗晒就嗱，咁透明人系咁样嘅嗱，咁开始嚟啦。原来嗰个乌蝇男就搞佢个胸嘅，哦，哎，掂晒，清晰翻即刻。透明人就系咁嘅，咁就系刑警就捉嗰个乌蝇男嘅。咁既然睇完剧照，睇苍蝇乌蝇男嘅图片啦，下一张不如继续睇，唔该。咁咧原来咁嘅，咦？点解后边嗰玉字嘅手要咁？佢系咪扒手嚟嘅？高莫讲佢。冇事，冇事啊，冇事。OK， 系咪扒手嚟嘅咧？可能有少少緊張，咁塞落人哋個身度都可以理解嘅，好緊張嘅事啊。係，真係好難明啊呢幕。咁啊，仲有圖片嘅睇，繼續睇烏蠅男下一張啦。烏蠅男圖片，
哇！呢啲特技真係，喂個頭邊度嚟？哇！呢啲特技應該係要係詹士金馬倫加埋阿George Lucas 出生字，加埋做一次魯卡斯，加埋阿呢個史畢堡幾個人一齊合力先做到呢種特技啊！而呢個科學家個名叫文西，你好嘢！呢套裏邊再睇劇照，大家要原諒下1957年嘅電影。嗱咁樣嘅啫。我谂全程咪吊住顶帽嚟做咧，套戏系啊，同埋佢系揾个嗰啲假公仔着住条裤就算数咯。但呢个演员真系抵请。Anyway， 佢点解右边个人只乌蝇男咁巨型嘅？系咪鸟男嚟？嗰个系变得雀啊，后屘系蜥蜴男咁样。真系唔知呢套嘢。你有冇见过咁大只乌蝇？乌蝇男仲有一张图片嘅乌蝇男。喂，喂呀，应该啲菲林 cut 落去嘅，咪应该做嗰阵点拍嘅咧？黏張相紙上去，咁原來烏蠅男係搞佢個胸嘅，咁玉子係啦，魚啊，咁啊玉子去到盡啊，即係正所謂，即係豁出去啦，係啦，豁出去，好睇完赤照翻嚟咯，可以，嗯 ，Eric 拍咗套片，跟住一躍成為女主角啦，係啦，同埋頭先嘅相都證明咗佢係幾違反地心吸力嘅，好啦，咁跟住一堆名咧，係你又唔識，我又唔識嘅，但我姑姐讀出嚟啦，好，咁原來當時咧。已經電影圈流行一些、有啲風氣嘅賣性感嘅，即係賣肉嘅，因為即係吸引人入場啦。咁當時賣肉嘅一堆、女性嘅咩咧？東寶嘅東寶呢間電影公司啦、就中田康子我唔識嘅，咁啊松竹就全京子，東影就小宮光剛，新東寶前田通唔係前田敦子，係前田通子。嗯，咁咧。做咧佢阿嫲都应该阿前田敦子嘅阿嫲都，咁另外日活，大家常听嘅名日活，咁就系竹波九字，咁呢一堆人咧，我都唔识嘅，咁但系纯粹读个资料俾大家听，系一堆都系卖肉嘅肉蛋派嘅女演员。好啦，咁面对呢啲咁多肉，系咪？系，即系乘二乘三啦。如果每个人有二咁，即系乘吓咁。呢个阿玉子面对呢班嘅对手，系佢谂出个乜嘢方法去参与参战同呢班人竞争咧？因为佢首先阿玉子就26岁，佢先至做主角啦。咁佢起步已经好迟噶啦。26岁唔多趣，正所谓都系。同埋当时咧，因为啱啱战后啊，即系战后10多年啦，咁开始社会嘅资源就丰富啦，咁电视开始普及啦。其实电影圈俾人要。即係嗰陣時俾人譽為係夕陽工業嘅，咁所以阿旭子就點解夕陽工業咧？不如你解少少咯。因為當時譬如戰後嗰時資源未普及啦，咁大家最主要嘅娛樂可能就係入電影院睇電視未普及啦。係啦，咁但係後來過咗10多年，可能科技開始發展啦，咁大家有錢去買電視啦，咁嗰個娛樂就會變咗喺屋企睇電視，就少咗去電影院度睇電影。好啦，呢、這個。無理玉子啦，簡稱玉子啦。面對呢個電影開啲夕陽化啦，咁跟住有堆咁多肉蛋咧對佢競爭啦，佢點樣去闖出來咧？於是咧佢就玩蛇啦。佢首先佢係出席咗嗰啲八卦雜誌做性感女郎影相先嘅，咁露好多肉啦。而更加勁嘅咧就係佢玩蛇，用嗰啲蛇咧去遮住自己啲重要部位，好似當年唔知邊個女星用冰遮住自己啲重要部位。即唔係打牌，唔係打 pair 牌嗰啲玩蛇。唔係你喂十三張，喂冇蛇蛇，即唔係呢啲。係真蛇。哦，真蛇嚟嘅，係嚇。咁佢就真係玩條蛇。係啦，即係用嚟遮住。邊個玩冰？我想知道。我唔知道，我記得我細個睇過一個唔知道東周定一周嘅，應該唔係嘅。我讀緊書，中學定小學有個女星係咁樣伏住喺嚿透明嘅冰度咁樣影相嘅，係咪葉玉卿之類啊？我諗係嗰唔緊要啦，大家急十後唔知邊個葉玉卿唔重要嘅，繼續咁啊。總之佢就更新穎啦，唔玩冰，佢玩蛇，玩蛇。OK。點咧玩蛇咁佢玩咗啲咩嘅？好啦，咁用蛇去纏住個身咧，咁就拍咗一堆電影啦。咁呢啲唔能夠叫小電影，只不過係一啲情慾化啦，有啲性感嘅鏡頭啦咁樣。咁我都準備咗劇照嘅。咁首先有一部啦，睇先啦，個年份比較早嘅，咁叫做1958年拍嘅，咁就係一個叫做捲住啲蛇啦。咁一套片係叫做咧。白蛇小丁我昨天自己打出来的时候我差点打白蛇小 J